好，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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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仪记教观刚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 各位沙弥，各位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放掌啊。那么，我们上一段呢，上一个讲次啊，那么跟大家呢，谈到了说这个。 戒内顿根啊，那么呢，这个他呢，修这个虚空观，那么这我们之前从这个佛陀的教法，从僧道浅呢、啊、七种啊这个二谛，那么呢是讲说道理，已经说完了，那么这怎么样体悟这个道理？七种二谛呢都各有能观的方法。 去理解这个道理，也就知道道理是这个。那么怎么去体悟那个道理？那么开示悟入这个佛的啊知见，你怎么开？是佛陀边上说是他为我们展开啊，那么也是移开这个眼前的啊这个。 所谓的方便教，就是全教，这个是开。那是呢，就是世尊说明给我们知道，是，可以，我们再简单的解释，把它文字简单解释是这样子，开示。那么悟就得你自己悟了，啊，师父引入门呢、啊，这是修行在个人的，就是悟就在这里。大概师父要开跟释，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对外讲经，我们说啊，请师父开示，有没有？就是讲这个意思，啊，开示一下，那开解你的障，开解你的知见、你的方向，啊，那么呢，这个挪开你的障碍，啊，你的这个理解上面的困扰，这是开，啊，我说打开你的心量，这都是开，那是展示这个样。 这个教法的样式给你知道，因为我们去买店里买东西呀、啊，那么当然呢，这个是你只是look around 这个看一看而已，那这样就不用讲什么。但如果说你这有点时间要赶飞机啊，要赶什么，那我针对要买什么类内容的东西，皮包啊，这个什么电子产品呢？ 那你当然就请店员说：“哎，我要哪一类电子产品？放在哪儿？啊，在那第几号？哪边哪边？你转弯看。”他一定要是试你一样。我们自己的根性是怎样？有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啊，三草二木啊，一鱼所欲啊，那么呢，这个各谋其论，什么意思啊？那树草在那里啊，它不会自己知道它自己要什么。 那么呢，雨下来了之后呢，它各自吸收它各自能吸收的，那就它就各自得利益，它也不知道它自己得什么利益，反正它就长了，就长起来啊，长起来长得就那样，对吧？啊，你说你学佛学完学，啊，就这个听啊听啊听，你也同听啊，大家都同听啊，听完之后同听异闻呢，听出来的是你懂这个人，那他懂那个。 当然差异不会太大了，但是还是个别解释跟强
对你所听到的重点呢，各自还是不一样。这就是自己要去悟。那么这里啊，第三大阶段在谈说，这个藏教人他理要知道的是十有二谛的理。那修观呢？这个科，看这个科判啊，这个所权的教法啊，那么呢，这个所权的这个因果，那这个因果呢，就是你在修观的时候，修观是因，得到的正结果是果，所以因果就是一种操作了，权因果，权哪一种因果？其实藕益大师他在立这个标题的时候，他有他的一个逻辑啊。你要知道，立科判的标题哈、啊，是顺着他个人理解这部经的方式，并且运用他自己表述的语言来表述的。全因果这里的讲法是说，全是藏教所修行的因果啊，其实就是最重要的啦。其他宗教我不太清楚、啊、但应该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回教、基督教，他们有所谓的，也有他们的因果。什么因？就是每七天上礼拜，叫礼拜天，有没有？礼拜天是这样来的。佛教都哪有礼拜天呢、啊？你们每个礼拜来看我吗？你们每个礼拜来做事工啊？有了，有些礼拜来做事工，那还勉强算。他就是每七天你要去做那个礼拜，礼拜就是敬拜，敬而拜之。那么礼呢，就是行礼如仪，就是礼。所以行礼如仪，进行祭拜，啊，进行敬拜，不是祭拜，敬拜。祭是对天呢、啊，或者对已死之人呢、啊，哈，敬是对神。佛这样叫敬拜。那么一神教他认为他概念上中是那种，那叫表现恭敬，那是他的因。你对上帝表现恭敬，上帝当然有好处给你了。是上帝也试探过，在旧约当中上帝也试探过你对他的忠心不忠心，这也就是上帝在进行 QC 品质管制，你懂吗？干什么？你是我造的，啊，你听不听话？这个事情啊，放到华人社会里也是很恐怖的。爹娘，他这样想，你是我造的，你听不听话？也有这种味道，啊，那古代有没有女人很惨啊？要为政治目的结婚，文成公主就最明显了。对不对？下嫁土蕃，土蕃就是西藏人呢、啊，西藏人下嫁，我们讲下嫁，你看，要是西藏人知道这个“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对下，简单讲就是什么呢？天鹅肉送给癞蛤蟆，这就是下嫁。是不是这样？本来是什么癞蛤蟆好吃天鹅肉，你想都别想。现在好了，给你了，换取什么？换取边陲的稳定。娘娘，女人真衰耶，是吧？是这样的，完全没有恋爱的可能，找寻自己爱情的可能，是这样的，业障重啊，这样下降。它概念上是这样，它就威权，爸说了算。还有呢，红顶商人。怎么样？林高林，红高红，温姑高洞公，啊，龙交龙，凤交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门当而户对之，这样才能够什么呢？相互争上，将来呢商业场合当中呢相互支撑，啊，这样，那最起码这还是威权呢，就是你是我造的，你听不听话？你应该听我的话。那佛法讲的是报恩，不是讲这种必定存在的这种
这种威权的关系。如果说按照这样讲的话，那你要出家，娘说不准，那就得听话呀，不准啊，那你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啊，那华人才发明出忠孝不两全，啊，以大孝，尽忠即是大孝，他来讲成这样，这也有他道理啦。为什么？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国灭无有家，那无家父母也会颠沛流离，所以我为帝王打仗，其实也是保卫国家。那帝王虽然是一人之家，但在古代当中，他就是福音一人之家呀。是这样子的，他人民接受这个事实啊，也乐意接受这个事实，那你就要在福音那个国王。国王如果随便的被取代的话，天下征战不休，民不聊生，人不如狗，是这样啊。所以从这个角度说的话，你不能调侃，你也不能说帝王就一定不对啊。他老百姓要的是很卑微的东西。能活着，有饭吃，啊，感情能够小小的满足，能够老来含饴弄孙，能够有点养老金，出门呢做个消费呢，有钱的人到信义区，没钱的人到夜市，一样是可以消费的很高兴，对不对？到信义区消费，逛101，逛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百货厅，那也是一个晚上。我那么逛夜市，啊，穿个内衣，弄个拖鞋儿，啊，走到哪吃到哪，也是爽快一个晚上。哎，各取所需。哎，老百姓要的就这些。那要的就这些，如果有一个帝王或者有一个政权能够让他这样，在古代来讲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在现代来说，其实也差不多，有奶便是娘，所以呢，高雄，你看高雄就变天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怎么个？这叫做智慧手机，笨的要死了，智慧手机自己跳出来，智慧手机要命了。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你们高雄不也变天吗？啊，什么人进来货出去，货出去了，结果现在他还准备货出去了，啊，那个市长还没干满一年呢，就准备要去选总统，实在好笑，台湾怎么会这么荒唐呢？实在是，那这高雄人选他，那到底怎么办啊？是要高兴呢？说他们推出一个总统候选人，还是要说他们要悲伤失去一个支持的市长？我没意见，你们自己想。 OK， 那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这也是一种因果概念而已啊。古人啊，就是他这样生活，对于这个什么呢，对于其他宗教的人来讲，他就赞美上帝就是阿音，得到什么果呢？啊，被一神的创造主呢带去天庭享福。特别是如果为上帝死亡的话，有的宗教还说你到天上去配备四个太太，啊，然后呢这些天福享不尽，人间这么差，怎么样？干一票到天上去，所以他们勇于绑炸弹啊，这样按下去嘣，你看是灰飞烟灭，在他来讲是什么呢？转移阵地到另外地方去，怎么样享受荣华富贵啊？崩掉只是两秒钟而已，滴答按下去，这样子而已。第一个两秒是犹豫一下按，第二个两秒，第一秒钟是犹豫按下去，第二秒就砰炸掉，什么都没有了。在他想这样，然后就刹那间就到天上去享福了。这个比你在人间无厘头的奋斗赚钱不一定赚得到啊，然后呢又这么辛苦过日子来的 CP 值大多了，是不是这样？投资报酬率很高啊，
这样子。那么这个是他的因果，这是佛教讲的，这是因果。这个是经上说，天台宗给他一个比喻，叫狂花无果，或者是叫做这个什么呢？无花无果，非花非果，很多种这种说法。狂花无果就是看起来没蛮好的，但呢没有解脱，没有究竟啊，或者说没有真正得到果。有一种花开得很艳丽，疯狂的开，刹那之间死火到疯狂开啊、哦，好漂亮啊！说卸掉一阵风来卸光了之后，什么也没留，对吗？隐隐轰轰很好看，最后没有任何成果。狂花无果，好，那么就这种因果不对，所以他就修行有一个正确因得一个正确果，还有一个根本因得根本果。那各个宗教不同，到了佛教来呢，各个根器也不同，所以就是因跟果之间的所得也不同。换句话说，修行一定是因果关系的，理解的深为因，教理理解很深广，那这个为因。那么来观察再深广，那这个第二个因就静因，就修观。最后呢，得什么呢？得修观之后正开示悟入那个悟佛法，入佛法的什么呢？的果。悟是理上的悟，入是事上的相应。我们常讲说，说得到做不到，有没有？有没有啊？什么如是因如是果啦，啊，不是不报啦，时候未到啦。哎呦，听起来很吓人。但呢，真正遇到的贪爱颠倒的事啊，管他的啦，照干。就是因为知道是一回事嘛，啊，那照做难，是吧？就这样，那这就是有悟没有入。你说你不懂吗？你还真懂？那你顺那个意思吗？没有，没有。所以开示悟入，悟跟入就是你修因正果的观念的观念啊的结果了啊。所以修观那悟入那个道理，那就是果了。那么这样就叫心果。那好了，那修哪一种观呢？修哪一个观？那个观要修到哪去呢？啊，这里就讲的虚空观。藏教人修行就是修虚空观，修虚空观。那么虚空观呢，是观什么呢？哎，这个正文当中，他用一个很简单的说，他说观于观就是于就是其余的那个于，就是对他观的意思。对什么东西观？地水火风空是，这叫六界。观无我无我所，啊，无我无我所，空跟事要观是为什么意思啊？那是观在那个藏教人呢，啊，他修禅定，会修到什么呢？欲界天，我们哈，啊，是人间，人间理论上说连天都不算，是人道，啊，人道呢要来投胎人道的，不需要禅定，理论上说是不需要禅定，只需要五戒就好了，五戒不犯就好了。那五戒不犯，当然有一点禅定，开始进入到欲界了，四天王天啊，这个以上的六欲天。那么这六种欲呢，它是都有肉体。这个忉利天四天，第二天是忉利天，这个是地居天，忉利天以上就空居天，啊，他们呢都有欲，比如说四天王天跟忉利天，哦，跟我们人间是一样，他欲还是昨天我在悟光经社上讲啊，就是大欲就是情感，情欲为大欲。那他们也是表现为这样，他们呢也是有男女，啊，也是有什么呢？有这个男女的性行为，那么就是这是他们的大欲，那么也是有
所谓的出经男女这样子的男精母血有，但慢慢的呢，往上开始呢，就有性行为，但没有男精母血，只有气，一股精气，没有具体的精液，没有。再往上呢，拥抱就算行淫了，就已经很深了。很深的爱染，再往上呢，拥抱亲吻了，那么再往上呢，握握手，就等于拥抱那样，就会生小孩了。再往上呢，相视一笑，就生小孩了。所以啊，这个以前有个笑话，以前那个。男女的那个什么生理教育没有很清楚，啊，有个女生，有个男生就坐在椅子上，坐很热，他就离开，他又去坐，他感觉有种热气，他说啊，完了，我就坐到那个男生的椅子，那我会怀孕，因为有股热气。这在人间想的简直是笑话啊！哎，按照这种概念呢，他那个一直到他话自在天呢，相视而笑。深情相视，很深情的这样相看，这样就能行淫。那可见呢、这个还有一点小道理，也就是它能够隔空传递，传递那个什么，传递这个生殖的意念。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化身概念，化身。它虽然也算是胎生呢，但是这个行淫是用化导的心灵。隔空化导的，所以说隐喻的表现是非常多样啊。那么经上用这个来表达人的欲望的减低状态，或者转变状态，它越到后面它越低，但享乐的状态仍然存在。啊，但是呢，享乐越来越享乐越低，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有禅定乐。禅定乐越来越不能够被影响，禅定乐大过男女欲望乐，所以越有禅定，男女的欲望就相对低。所以一直到欲界还有欲哦，还有欲的意思就是他的禅定都在出禅以内，就不到出禅，才叫做欲界。他是有禅定，多好强过人类有禅定，可是呢，禅定到那里已经到。未到地定的最顶端，再上去就会出禅啊，出禅就进入到色界天去了。他是基于禅定而往生色界，他哪怕不修行，没有非佛教徒，他也可以去外道，啊，道家什么都可以。所以按照这个角度说啊，现在的西方人恐怕都很难，他们都不修禅定的，西方人的心躁动，基本上不修禅定。都很难，但，东方人普遍都有修，所以他们会在色界天。色界天从初禅、二禅、三禅，完全是依禅定而分配的。那再加上什么？如果在那里还有道德福报，那么你就为官，为管理阶层。而如果道德低，就是中阶阶层，福报低。道德基本有了，就福报又低，那么你就作为天人的平民百姓，但是你都有禅定，啊，因为有禅定，禅定的乐大过淫欲乐，所以他没有男女爱恋之相，所以这就是我昨天没机会讲到了，就昨天在《悟光经》这有讲的，说佛陀在《楞严经》对我们这个。这个人道众生讲这个事，那么就是我们自认为那叫做爱染相，那个叫做可爱相，那是内在的可爱，因为它很粗，你知道的，越低阶的动物，它渴望欲望的满足，它基本上会用很粗的方法，因为它的精神感应力弱，所以要很粗。
来磨它，它才会嗯，感觉有这么一回事。要知道它是这样的方式。那所以它越到后面，它那个欲望自动的就低，不是它离欲哦，不是，是有一个更好的欲望取代了一个粗糙的欲望，使得它舍出旧系。那么这样讲起来，空识就出现了。因为空识是无色界的众生。有人问我说：“哎，那二色界天不是没身体了吗？怎么会还有灾呢？”这个不知道哪一个他谁教他的，教成这样。色界天既然叫色界天，就是有身体啊，有色身嘛。它只是很低、很薄、很能量化而已，它才有色、有色质的啊。它不只是不是我们的肉。肉体状态那么粗这样而已啊，所以地水火风的地这个风灾火灾，这个风灾火灾水灾都能够影响他们的。但是呢，再往上修禅定，哇，事无边处，空无边处，空无边处，事无边处。然后呢，非非想处，这个就是他进入到了连色身的需要都没有了，他的定身慧浅啊，因为定太深了，深到后来你那个身体的存在感，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事无边，他那个事啊没有边际。所以量州杀界，他那个意识只剩下意识，肉体已经不限制他了，所以他的定很深，深到呢那个能直取、能分别的第六意识呢，他那个很维系刹那，串于十方，无有尽处，没有尽。换句话说，他的情况是，他能够在时间跟空间当中游览。他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哎，你觉得好奇怪哦，没有形象，要不是谁？这样，像阿加曼的故事里头，他看他过去的太太也是没形象，但那不是真没形象，那是因为中阴身，而他的禅定跟业感跟他不相应，所以他看不到他的形象啊，因为是中阴。叫做中阴呢，当然他有阴相啊，就不然他怎么会来找他先生，找阿伽曼尊者呢？一定有他的阴相，而且他还会生烦恼啊。那可见他不是无色界、色界都不是，他是欲界，他就是中阴身嘛，中阴就在欲界，前阴后阴的中间嘛。但你说你看不见，那是因缘的，他基本上，那种那样子的、啊、你看阿伽曼他自己也会看不到，所以看不到不等于他没身体、哦、那么呢，到了真正的四禅上去之后，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但那样子的真的就是 一股四在作用。所以你想他应该在哪里？嗯，没有需要在哪里，他没有身体啊，没有那个能量，他就没有需要一个空间来依附啊，所以他骗一切都可以在，理论上说是这样，这就是事无边，但是有事，没有身体，没有色身，有事，事是第六意识，当然也有第八、第七都有，但前五已经不需要了，所以完全用意识在感觉。所以为什么这里讲说，关于空跟事六界，就这样，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意识，到了意识再往前修，他会修到那个意识感都不见，那就变空，能那个意识的自我感也
弱到近乎不见。你要知道，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没什么自我感，不是没有自我，对不对？啊，睡死了啊，喝口水，你也不会觉得很丑。为什么？因为自我感不见了啊。啊，晚上睡觉还说梦话，是这样啊。像有人睡觉的时候，他很好笑。睡觉我会观察他睡啊。啊，我试着会把糖放进去，他还真吃哎、欸，啊，真吃，这样，啊，他就习惯了，他不会觉得怎样啊。对，那个就是我感降低，就这样。所以说，一般来讲，我们的第六意识会自我会警觉到，哎，这样不好看，这样啊，他不会。第七呢，就是浮在那，不动作。所以呢，这样子呢，就是事无边，那个很维系、很维系的维系自我感还在。再往下修，会修到什么？会让那个自我感都感找不到，都找不到，空无边处，但还感觉一个空。好厉害、啊、还感觉一个空。那再往下修，空也不见了啊，空不见剩下什么东西？非空，没有，非空对应空啊。所以非空出现一个非空，其实就有一个念头，有一个对照的念头，他连这个也没有。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无所有。但无所有呢，这种就不是具体的东西了。可是有一个好细好细的知道无所有，停在一个念头上，无所有。哇，你真难修啊！禅定都还修成这个样，这样子多少劫呢？六万大劫。事无边处一进去之后，多少劫才出来呢？多少劫才出来呢？两万大劫。空无边处修进去之后，多少劫才会醒出来呢？四万大劫，四万大劫。无所有处修进去，六万大劫。最后一个再不能修了。那谁？释迦佛跟六道、外道六师啊，学到这里，哪里？非想非想处哦靠！刚刚是事无边处，还有一个想心，想着我是事无边、空无边、无所有，有一个无所有。这个无所有是一种念头，是一种概念。最后还是一个存在一个概念，就是非想，就是无所有处。那这样能够定进去之后，入在那里进去。不要被叫出来了，不要被引进叫出来到那里啊，天崩地裂啦，你把它埋进土里啊，都 OK， 干嘛？早就不呼吸了，早就不呼吸了。所以有人就这样很倒霉，被抓去烧掉，被抬去烧了，回来一看，我的身体这个还不至于啦，因为到那个那么深远的话，他会。肉体丢掉也无所谓了，因为他将来他不是拿那个肉体回，那个回入轮回的，不是，啊，就这个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再来就最后顶天，人类不错了，六道众生呢，能修禅定的最后就是非想非想，简称叫非想处。他那个响音都不见，那但是他不是真不见，所以非响就响音不是一般性的作用，所以说它叫非响音。响是什么概念？你有什么概念呢？你有一个我的概念，活着的概念，这种最低底端的概念，它就是有个我的概念。但非想，
非想又非非想，这种他已经没有这种我的概念，但你说他没有嘛，又存在一个似有非有的这个我的概念当中，所以非想又非非想，非想是无我的概念，没有我的概念，不是修无我，是说已经没有个我了，但他又不是真无我，他留下一个无我最后这个念头啊，这个无留下这个无我这个念头，最终还是我啊，因为建立我来破我，所以叫无我嘛，所以他还有一个最终的这个无我。到这里来啊，是六道众生要顶出三界之外最深的禅定，但佛陀并不主张修这个。修这个的话，定深慧浅，定太深了。你看八万大劫，八万大劫可以做多少事？咱们才活一百年，他是八万大劫，你看可以做多少事？结果他什么事也没干，八万大劫就耗在那。地球沉住坏空，沉住坏空，沉住坏空，他无所谓啊，因为你害不到他，他没肉体啊，早就没肉体了，无色界嘛，早就没肉体了，他也不用去看。等到哪一天他醒来，那个醒来的状态就已经进入到欲界，甚至于还堕非离之身，变畜生界都可能，没有福报，没有禅定。好，这样好，所以说要观空无，空的空也要观空，吸空掉它，事也要吸空掉它，所以就变成地水火风空事都要吸空它，都要把它观空。事无边处，空无边处，无所有处，非非想处，这些修到这里来就没得再修了，但那个事跟空的最最维系的还在那里。那我要观这个也无我我所，这才能正果嘛，啊，不然还在六道内啊，哦，这还在六道内。那么地水火风观无我无我所有什么意思，啊，这段小文里头这样写，等一下正式解释也是解释到了，不然这小文已经在那，哦，那小的文字的注夹注已经在那，我们就把它解释一下，哦，所谓的地水火风是组成身体的元素，地水火风共同来组成身体，那组成身体的地水火风，我如果一一观察它，它都是空性缘起的，那不就组成本身也是虚假，这样听懂吗？你比如说这样讲啊，欸，这里有个白色，但呢我用灵镜把它分析开来，啊，我呢是本来没有色，我的一道这个红光照在墙壁上啊，那红一道橙色的橙光照进来，啊，那就开始了，红不再是红了，开始有点变了，哦，那么再来呢黄光再照进来，又变了，最后呢所有的光都照进来变白，变白色。那你看哦，白是由这几个光完成的，我如果观察这几个光也是缘起的，那组合在那里的白也是缘起性空的，它的概念是这样。所以人体的肉体如果是地水火风组成的，乃至于将来的意识，第六意识里头的空是空跟是，是就事无边处那个是，啊，空是能理解为空的这种念头，这个呢如果我观察它都个别是缘起性空不可得。你比如说地大，我那个算地大我吓坏了，干嘛？我小时候也是小三跟小四之间，我们家那时候就穷了啊，去给人家租房子，住在哪？住在北投，现在已经拆，欸，有没有拆掉变马路了，好像差不多是那个住的那个地方。那我们跟人家租一间小房，很小，这样。哦，睡在床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叫禅定哦。
我就这样躺着，然后就观察，啊，好重哦，好重哦。突然间，全部放松的时候，我突然间头顶上有个重量的东西，然后我就在观察说，啊，那个东西会不会动啊？哎，它在动啊。然后呢，我就想，我就顽皮嘛，我就想往下动看看，哎，会动到这里耶，然后上面完全没有空，没有感觉了，哎，好玩哦，动到这里，哎，这里都没感觉了，只剩下这里一下有感觉，但感觉这里越来越重，好像有个什么东西这样挤压、挤压、挤压。你知道我玩到什么程度？我一直玩它，玩那种感觉，玩到膝盖。膝盖以上全部没感觉，没感觉意味着什么？也不能动哎，因为地大就是骨头啊，你地大往下降，降到膝盖以上没有地大，啊就没骨头了。哪有啊？你们一颗人头在那没有用，它是地大在认识的。我们人类讲说那叫骨头能够支撑这个肉体。那是你的后天基于你理解的解释，他方世界来看你的身体不一定是这样，好，这第一。第二，地大就是一种与身不相依，与身呢这个与自己的身体呢相依身的这种啊这种念头，这个直取，那你把它往下观。就等于地大往下降，所以后来经常说人在死的时候如龟脱壳啊，我一讲对了，那是我小时候的经验，就是脱一个地大的壳，脱到膝盖啊，我能听到声音哦，叫不出来，这不是被鬼压床叫不出来，不是，有没有鬼压床的经验呢？哎，我们内地也是这样讲嘛，我们。国内这样讲鬼压床嘛，是不是啊？鬼压床，想叫不出来，那时候怎么办？我立刻来叫阿弥陀佛啊！叫出来，叫出来就赢了。或者你在想，我叫不出来，我也要念阿弥陀佛，就是没声音我也要念，应该是要这样啊。到膝盖的时候，我吓坏，我说不行了，我这样我知道，我那个时候你就自己知道，无师自通，你就自己知道，再下去一定死人。地大要一出去，没人教我怎么进来，我当下就地大缺一，四大缺一大，那还得了？啊，所以又当他回来之后啊，能动了，我就赶快冲出去啊，太阳还在，哎呀，妈咪还在，啊，一切都还在，一切如旧。我在想，哎呀，吓死我了，再也不敢玩了。那小学四年级的样子，就躺着。完全是一场意外，我就知道哦，地大是这样降，它是这样慢慢往下降，这样好，水大也是，水大也是，水会充满身体，液态的就是水大，你不要小看什么，你们尿液啦、汗啦，这也是你认为那个是比较肮脏的什么，那是人类，定义它这样，当然也是了，但在本质上面它并不肮脏，它跟一切的液态的水是一样，只是说它太多了，它得往外带出，再来它也必须要代谢，所以往外带出，那就水大，水大也是组成你身体的一部分，那观察地大水大，地大就是骨头啦、经脉这也算了，到了水大的时候就一切液体。尿屎、尿液、淋巴腺液、唾液、血液，这些就是水大。我也观它是空，刚刚观什么呢？观自己的骨头肌肉是空，现在观骨头肌肉里头的这个什么呢？地水的水大，也观它是空。火大是什么呢？身体的 power 能量。人要有温度才是名为活着。我们是讲的
这个什么暖席式，对不对？暖相要在才活的嘛。这就是什么呢？基础代谢率啦。我本来搞不懂，你们可以量一下你们的基础代谢率。胖的人呢，很多基础代谢太低，哎呦，他就不想动。啊，瘦的人当然不一定，那就比较不一定。胖的人基本上有一些真的是基础代谢太低，也都消耗不了，代谢率也就是什么事都没干，整天就这样在就那里，只让他心脏跳、肺部跑这样，肺部压缩这样，这样你会用掉多少卡路里？你们有没有量过的？啊，有没有量过的？没有量过，就有一种那个体重机上面就可以量。还可以量出你几岁，量出几岁是用心脏啊血管的弹性来做大数据的了。啊，我们一般如果有师傅去量那个啊，可能几岁那样，大部分都不错了，都会量出年轻一点。啊，但会师傅去量会是怎么样，情况未卜，可以下次有因缘我带你去偷偷量一下，他那个就可以量出来哦。那个就是什么呢？地水火那个火大，理论上说代谢率越高，基础代谢率越高，就你平常吃的饭就要比人家多，因为它不动就可以耗掉那么多能量啊。那么好，那么是地水火，所以火大也要观察它什么呢？缘起性空，真俗二谛分明，舍俗谛才能得真谛，这种概念。这是地水火，风是什么呢？一切呼吸，还有气脉。人在血跟着血液一起跑的那股气，其实那股气才真正血会动的原因。你看你的心脏才多大，有办法把它打到那个脚的末梢，打了都不会缺。其实是因为你那个气就是风。跟心脏呢做努力的配合，什么样配合呢？你要看这里一个球状的，或者是一个舱状的东西呢，有这个有它一吨的压力，但如果呢把它传递到这个水管来。哇，这个压力就大了，因为你在细水管当中压力会大，那是可以算出来的。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就是一股气在压缩，压缩才有办法把所有的血液送到无远佛界的这个手的最末端，那个眼睛几乎都看不到的，还有那个眼睛里头的那个什么呢，视网膜，它也要滋养啊，那滋养也是要练很维系、很维系的血管啊，那这些都靠气。我们说妈妈心脏啊，不，心脏鼓那个气，气再来鼓血液，这样，那这些也是构成生命。所以说地水火风，那空跟色是不是我们欲界凡夫、色界凡夫修的？是无色界凡夫修的，会把空跟色也放进来。我们这里的凡夫，大概就这四样，大概都涵盖殆尽。地水火风，地就是坚固质的东西，水就是液态，风就是气体，暖就是这个什么温度，温度代表你还能够新陈代谢啊，只新陈代谢看起来不太好而已啊，肝肿大，什么腹部胀水，水你还是照喝啊，它还是在那里消化呀、啊，但消化完最后要丢出去的时候卡在你的。什么膀胱啊，什么地方的？要不就是因为开会没时间去上厕所，要不就是你身体病了，他就这样，那就是这就是他风要配合水，地要地水，地水火风，地要配合水火风。啊，水呢？水要配合这个其他的。地大风大火大也要配合，水要稍微停，要稍微收，
你的火才会起来。现在人就水不收，身体湿气重啊，湿气这一重之后啊，百般这个器官啊都浸润在水里啊，这就是水大跟风大不准啊。所以怎么办？中医怎么办？他就用那个麻黄这一类的，会表风，把它表掉，表就是带动它，用风来煽动它，把水给煽走、吸走。啊，这种还会表出，只有空气会表出，表出就是从身体这样冒出来。我们的肌肉就是这样的了。那再把它加强之后，就顺便把水给带出来。所以能够治疗水大的病，是这样啊。当然，这就是地水火风的概念啊。那当然也可以用火，用火攻啊，火攻去，然后让它蒸发掉啊，这样。这个就是人的身体的状态，让你去观察这些身体的状态，进而让你了解身体的组合元素都。不常不净苦空无常无我都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可爱的？那就定在停在这个不可爱的状态啊。这不可爱当然是界定会帮他修出来的啊。他理解那个不可爱，也是你的意识心去理解的，都是这样来的。那么因此你就。会发现到说，哦，那我了解了，那个这个不可爱是在深深的禅定当中，透过了心念一直反复的观察而认知它不可爱，因为认知不可爱，也认知自己的身体的不可得，就是可追求的我所，我所就是我所拥有，叫做我所，懂吗？就是我以外的周边东西都是我所，人啊，物品啊。思想啦，这都是我所。那你就知道，哎，这个我所没有可爱感，所以地水火风不可爱，它是相互组合造成身体作用。空跟四也是，因为当你修禅定又进去的时候，你也要观空跟四的什么呢？缘起相，它不一定叫不可爱，不过它的缘起，它是缘起生灭，它本身就不可爱。八万大劫能怎样？对修行人能怎样？你浪费时间，照样浪费过去啊，对不对？所以你修八万大劫没什么，理论上说没什么价值的，他也不一定拿他安住的。所以呢，这样的观察，地水火风空四，这个空跟四啊，也是你可以知道它不可爱，本质上是。缘起性，所谓不长久。声闻人就是观察这些，他在定中就是观察这些，观察地水火风空四的缘起无自性，观察这个。这个主要是要放在自己身上用，因为它是主要还是以我执破除为目的嘛，它主要还是这样。这样听懂吗？所以他这个还在修自己，重点在修自己啊。那么这样了解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小字当中啊，小字当中时间到了吗？哦，好，我看我以为拿牌子，常常讲过头了。好，地水火风空四呢，原因要观察它无我无我所，那个我就是说它的自信叫做我，换句话说是怎样？就是说。如果宇宙之间真的存在那个地大，你身上的地大也真实存在着，它不是缘起的，那地大就永远地大了。地水火风空也永远是它的长相永远那样，它的互相影响，也就是基于它们本质上都是有，就算它们不互相影响，它们也四个东西并排并存在那，而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样子啊，你的生命的状态啊，那就是我咯。现在我就是倒过来说，你认为我的这六种元素，在缘起上都是不可得的，
那这样你一了解这个不可得，那元素不可得啊，组合起来可不可得啊？喂，可不可得啊？不可得。我用投影一颗苹果给你，你说不好吃，才一颗，你不够意思。那我再用投影的哈，3D 投影。3D 投影什么意思啊？3D 投影就是那个，日本啊，很怀念那个邓丽君，然后他就找了那个陈芬兰啊，还是台湾的一位男众歌星，去日本。那个舞台多少人呢？1-2万人呢、啊，他们要看邓丽君在线。老邓不如小邓，大陆上当年有这个说法，老邓不如小邓，老邓整天讲没人听，小邓就是什么呢？何日君再来，大家就跟着他跑了，是吧？还有好几些日本歌啊，日本演歌啊，他唱的这都是很脍炙人口的。不是两岸三地而已，是一直从日本啦、啊、韩国什么，全世界都在，小邓，老邓不如小邓啊。好，那日本就很怀念邓丽君，跟台湾人一样，大陆也有很多啊，很怀念邓丽君。他找了台湾的歌星，因为他台湾人嘛，所以他找了台湾歌星去跟他对唱。哎，你知道真的吓人呢。他3D 投影一投影出去，在一片黑暗当中，邓丽君就走出来，哎，还能跟你讲话，哇，吓死！然后从正面看、侧面看、正面看，哎，完全就是一个立体的人。他也不是一粒一粒的哦，没有，远远看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啊。当近看还会看到那个很微细的一粒一粒，这在我们物理学早年呢，就是当年就一直在谈的，所以就是3D 投影，一道光是这个面，一道光是那个面，那道光的这个面，这道光的这个面，这样一起集合在那，你就看出整个面。当然是透过绕射而来了，这有一些理论，但已经造出来了。那我就说，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不要太贵的话，它有极大好处。你想嘛？以后我们要是有人去往生，我们帮他助念，完全除了带法器就好了，佛像不用带了，哎，一按3D 投影，阿弥陀佛就从远方飘啊飘啊飘啊飘进来接引，那死人不高兴到不行，啊，真的叫骗死人的，骗西洋哎，你听哦，骗死人，这好处就怎样？你只要带那个机器就好，如果那个机器很稀很便稀的话。这么一按，它就投影出来。我们当年读物理学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时候是很先进，才有概念，还没有机器。你看前后才30年，我毕业嘛，毕业30年，差不多了啊。你看这就已经出来，而且商业化了。我们当时的最难的瓶颈就是说，大地是会震动的，而光雷射的绕射呢？是很细很细，不能够一点点震动。当年难就难这个，那现在呢，好像不难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电脑的计算快，它能够做修正，还没射出去之前我就修正好了。那再来就可能还可以做一些预测，大地的震动什么，所以它是。没记错的话，它要3支枪以上的雷射枪，那么各自射出那个绕射的频率，那叫对了的话，一整个人就出来，而你看不到光束哦。那个一道光射过来在这里形成邓丽君，另外一道光射过来在这里成对，要5-6道光、10几20道光都射到同一个点上，你才会看到邓丽君，对吧？那这个射的过程呢，这条有没有线呢？你会不会看到这条线呢？看不到，它是不可见，还是太快，还是太直，怎么样？我不太清楚，反正你就看不到，所以你整个傻眼呢。它真的就这样走出来，
好，那这样你看看，我在比喻，我说这样子的话是真有邓丽君吗？没有啊，还是幻象啊？是这道光那道光组合，对吧？这里讲的地水火风空四，就是你把它想成分别六道光，都是虚妄的。射到一块算真的吗？算是真的吗？不算真的。虚妄加虚妄怎么会真？什么时候真呢？比如说我跟你聊天，第一句话是骗你的，第二句话也是骗你，虚妄言，最后组合起来说这所有的话变真话，你接受吗？对不对？谎言加谎言等于真言，你不接受的吗？你也宇宙之间不应该有这种因果吗？这样懂吗？是这样。所以说他为什么特别关于地水火风空四的无我，无我就没有自信，我就是自信。什么叫自信啊？自信很难解释，自信就是本来存在，不需要被生，不需要被灭，也无法生也无法灭。这样我们一般大圣讲，就是你内在的实相是自信而已，其他的没有。下面啊，这就是无我，懂吗？那个没有我，我的我字，接着无我所，我所得的叫做我所，你看吧，我所得的利润有多少，那就是我所，懂吗？我拥有的，我所得到的，一个那个是外在东西，是我所得到，对吧？那我是能得到的，我这两个都空。虚空的空是这样子，空能观是我，所观是我所。现在呢，能观固然是我，也观那个能观的自己啊，所观固然是外在的环境，也观察基于这个很大的因缘而这个成立起来的这个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东西，我要观察我所。重点在那个无字，就没有了我，也没有依于我而存在的其他真实物，或者说我所能拥有的那些是不是就这样存在。你比如说我家里有财产，我死了，那个我走人了，那财产还在不在？在啊。怎么不在？我所还在啊，只是变他所了，他人的儿孙的了，只是说这样而已，但还在那里啊。我们理解是这样，对吧？但他在这里理解，他声闻人观这个缘起性空，所谓虚空观的因果当中，他是知道说这些都是地水火风，都是缘起性组合出来的人。是不真实的，他用这种方法观察。那么这样子的观察呢？是可以容易修了。为什么？因为他只要锁定什么无我组成的我不可得，那真正被组成出来也是不可得。他呢，真正能够做到这样，做到这样要悟入才算数的。理论上我这样讲一讲，你也大概听得懂啊。那你懂，你就能修，哪有？还要悟入，这样的道才可。那悟入就是反复的观察，用同样的方式去印证，让你自己的身心已经顺于那样的思考，也就是所谓虚空观的思考。这个时候就是入，开始悟入的入虚空观。谁会出国二国吗？不，谁会？声闻人会，都是声闻人在修的。好啦，现在有人去修南传禅，对啊，什么马哈希啦，或者是什么安那班那，或者是法身寺的、啊、这些声闻教法，那有很不少都是老太太，她怎么在定中怎么样得什么利益，然后她去修的。那基本上他还讲身体是缘起性空，
可是呢，他就阻挡了你将来要了解实相的机会，因为你太熟悉那样，你会思维取证，你熟悉的路啊，你熟悉的动作啊，那你每次就是这个动作，每次就是动作，改不了了，一放开就射到那里去了，看懂吗？你每次就修那个阿罗汉的修法，你每次就这样修，你说你要修大乘，你习惯于这样，哎，觉得不错不错不错，我无我所，无我无所，天天在这样修这个，不等，哎，我到你家，我变阿罗汉去了，那这你回不来，三界外，三界内跟三界外，无论是 WeChat 的 Line 都不通，哎，完全被控管，你要知道。所以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他，芸芸众生看不到他，三界外，他呢发悲心没机会，为什么？因为跟你们也怎么样，谢谢不联络，这样，他在世的时候是很慈悲，有可能，但也看人。南传长老说这话会被人家骂，但事实上是这样。你注意看，南传长老基本上瘦瘦的。你们注意，黑黑的，瘦瘦的，像我们当家师那样。啊，当家师那样是，他不是南传人，他是因为人家在工作晒黑。但他们就天生这样，你知道吗？他那个悲心，他要不修慈心观，他悲心不起来，照样可以证阿罗汉果。你不要以为一定要修慈心观呢、啊，没有啊。所以慈心观对他来讲是一个过场而已，不是一个目的。有人傻傻的说：“哎，南传人不也有慈心观吗？慈心呐、啊、的观察不是这样吗？跟大圣不是一样吗？哎，这是一样的。OK， 万一我没听，你要赶快告诉我啊，是这样的，不是的，那个是他拿来，要不就是自称心用，要不就是当然他有些还是也会有慈悲心，但他还是最重要的修他为解脱的。”是这样，所以不一样，所以无我无我所，他就是修这个的。为什么告诉你的不要去跟声闻人修在一起？因为舒服啊，方向单简单啊，一下就不登就正果位。那个，我们不要讲哪个佛学院了、啊，有某个佛学院，然后呢，那我认识的教务长，他就跟我讲，后来当院长，他就跟我讲，吼，气死了，我怎样？什么哪个学生到哪里去南洋哪里去什么参加那个什么那个禅修营回来了说什么他的老师给他证印证出果啊不出禅那个说给他印证二禅我看他坐在那里啊坐着坐着就打瞌睡也坐不住那怎么可能是出禅人呢那就把他叫来说哎、欸、你不要乱讲啊那、嗯、没有，我没乱讲啊。那个尊者说我证初禅了，你知道你证初禅长什么样吗？初禅已经不在人间的生活样态，他是色界天的人了。他就被骂我就在电话中我就跟法师讲说，你只要问他一件事，你看了男女相，你有没有动心？你会不会起分别？那个禅定是很舒服、很宁静的。你根本不会对色界天以上的没淫欲了，不是断淫欲，是他不升起这个淫欲。那你还有吗？你不要说你还在人间，所以你有。如果你还在人间，你有，那你就不能说你还在人间有初禅呢、啊。那个有初禅不关乎你在不在人间，那是你的功夫嘛，到哪儿就是功夫都在嘛，关不关乎你在人间没有的，傻傻的。啥讲这些，后来就台湾就歇止下来了，因为大家懂那个道理，就质疑的就知道乱讲，哦这样好，那么大家知道啊，所以地水火风空是为什么是他要观的对象？是啊，因为那就是身体的组成物啊，他就是要借由这样观察身体组成的无我性，了知安住在无我性当中，因此造恶的我不可得，那么受苦的我不可得。从而解脱，这样了解吗？啊，所以要观察这些啊。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无上誓愿成，志归佛，志归佛，当愿众生，当愿众生，体解大道，体解大道，发无上心，发无上心，志归法，志归法，当愿众生，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慧如海，志归身，志归身，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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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休息一下。